嗯。分手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回来。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回来，对面都偷家了呀！哎呀，赶紧回来。游戏呀，我以为你说我呢。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。你还玩？哎呀，宝贝儿排位呢。你说我和游戏你选哪个？当然选我的小宝贝儿了。讨厌，谁是你的小宝贝儿呀？游戏呗。啊？不是，你怎么别放歌了？哎呀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开玩笑呢嘛。那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重新选。那我指定。哎呀，你别玩了。你再等我一会儿呗，宝贝儿。你还有多长时间呀？我。你要是再玩，你先把你手机给捐了。那你给我买个新手机吧，你这玩游戏太卡了。你自己买呀，你这手机卡你可以换了卖钱呀。像我们卖手机一定得找靠谱的。我老用正正 APP， 他们家回收手机价格挺公道的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而且很方便，就像点外卖一样，下个单就有人来收，手机、电脑、平板、Switch 都收，你去试试。哎，这样回波姐，你真气死我了。还有啊，那绿头怪怎么老唱歌？你俩什么关系？我兄弟啊，我。哎呦你妈！让你去！哎呀，对了对了，兄弟是吧？那你跟他过去吧。哎，不是宝贝儿。啊！哎，真不是啊。What？怎么了，亲爱的？你说昨天晚上你一宿没回家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就。你别误会，我就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就想知道后来怎么样了。后来。最后他却一丝不挂。喂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别听他乱唱。那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那当然是。不是绿头怪，你是我妈呀！别放了。妈妈是吧？那你是我的什么？那我肯定是你的。我就是和兄弟去网吧开黑了，早知道你这么无理取闹，我当初就该去左下角爱聊 APP 找个女朋友。就你这么不会说话，你能聊得明白吗？当然了，上面都是真人认证的单身小姐姐，头像就是本人，聊天特主动。你要是聊不过来，就试试这个夫妻相功能，它能根据你的长相和爱好快速匹配附近有缘的单身美女，不用加好友，直接视频聊，聊得好，见面也方便，脱单效率还特别高。那你是嫌弃我对你不够好了？你这个坏坏坏女人，我对你。行，你别误会呀、啊。我看我们还是分手吧。哎，别呀、啊。放手。你等我会儿啊。嘿，婷婷，你来了。你怎么叫我闺蜜名字啊？那个我。从背后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。哎，宝贝，你别误会，我有个兄弟，他也叫婷婷。都能把我的名字叫成你兄弟的名字，你到底有没有想我呀？我当然。兄弟啊！不是绿头怪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兄弟了、哦、是吧？你别听他乱唱。哎，对了，亲爱的，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有宝宝了。嗯，别闹了，咱俩都半年没见面了。绿头怪，你能不能别放了？哎，什么呀？没想到我，没想到我，咱俩才异地恋半年，我就应该听我朋友的话，上一对上面找一个女朋友，不用充金币，不用买会员，不用加好友，直接就能免费聊天，还可以视频语音聊合适了再见面，效率高还靠谱，点左下角就能下载。哎呀，不是我怎么了呀？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，
啥呢？我就是养了个小猫啊，这回事儿啊。哎呀，你还笑，你都误会我了，你还笑。你伤害了我，哎呦我的妈，爱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我。我看我今天就不应该来，你去找你的兄弟去不去吧？哎，别走，我爱你。放手。哎。哎，听听，这人干啥去了？喂，人家上厕所去了，你谁呀？我是他对象啊。哦，那他旁边谁呀？嗯。喂，咋了？谁呀？你谁呀？来，你把电话给我来，电话那头谁呀？不是你谁呀？刘洋呢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俩聊。不是，你他妈谁呀？我刘洋他对象，他人呢？你是刘洋对象，我是刘洋女朋友，我俩住好几年了。你骗人，他说了他是单身，你别恶心我了，你把电话给他。你说谁恶心呢？恶心的应该是你吧。你谁呀你？不是大姐，我闭月羞花，我和刘洋才是郎才女貌。你怎么想追我家刘洋的呀？你把手机给刘洋。我凭什么给他呀？他人是我的，手机也是我的。What? 你有毛病啊！我现在他家楼下呢，你让他给我过来。哎呀，叔叔，啊，回来了。那个，啊，你那大学女神在哪儿找的？人挺好啊。那可不，我在左下角，你要想找的，要不你也去找一个。可我不太会聊天啊。那怕什么，上面都是真人认证的单身小姐姐，头像就是本人，聊天特别主动。你要是聊不过来啊，就试试这个夫妻相功能，它能根据你的长相和爱好快速匹配附近的有缘单身美女，不用加好友，直接视频聊，聊得好见面也方便，后台效率啊特别高。哎，对了，你女生刚才给你来电话了，说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呢，还要给你个惊喜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看这游戏还玩不玩了？那还玩啥了，我赶紧去找她去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送你个东西。你给我什么了？一会儿有个拳击比赛，你留着吧，早晚用得上。嗯，行了行了，走。去吧。哎，注意安全。出来约会能不能别总玩电脑啊？那上网吧约会不玩电脑干啥呀？我肚子疼。别闹了，你哪有肚子？你疯了，我怎么能没有肚子呢？我说我肚子疼。因为啥呀？来那个了。哪个呀？大姨妈呀，是我大姨妈来了。搁哪儿呢？你是她大姨妈呀？我还挺年轻的。我说我大姨妈来了。搁哪呢？没看着啊。在火车站吗？用接吗？ What？ 我接你奶奶个腿啊！我说我肚子疼，大姨妈来了，你也听不懂话呀？肚子疼你就肚子疼呗，吵着啥呀？等着。来，看看我给你买的雪糕，蒸雪糕、蒸乳龙，这都是我让店员挑最贵给你拿的，别生气了，都给你吃。你给我买雪糕，我肚子疼，这是我眼中用钱了？哎呀。也不用你花钱，你放心，我是真有钱了。这不前两天我在拼多多上抽的2023恋爱津贴，直接打款到我账户，完全没有提现门槛。谁问你这个了？哎，哥们儿，那恋爱津贴啥呀？在哪抽的呀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拼多多最近搞了个抽奖活动，链接放左下方了，赶紧叫上兄弟姐妹们一起冲，大家都有机会抽到。行，谢了啊。你们不吃就不吃，再说也没让你吃，让你放肚上捂捂。啊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？当然是你疯了。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你自己在待着吧，我出去玩了。哎，你要干啥去？我找我男闺蜜蹦迪去。他咋来的？开飞机来的。多少钱啊？1000万。几个座的？敞篷的。开玩笑啊，飞机哪有敞篷的？ What？ 我告诉你，我男闺蜜连续2天吧，家里5套房，哈佛毕业的，你看我要问他。哦，飞机搁哪儿买的？你能不能换话题呀？那你大姨妈怎么还不来呢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看看人家俩，再看看你。哦，这高吧？你俩咋认识的？哎，谢了兄弟。你是不是有那个社交牛逼症啊？你不是你让我问的吗？你，那你大姨妈到底还来不来了？
待不了了。这一天天的突如反账的，说来来说来不来，跟你呀、啊，我漏了。喂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不是，你才方便面，你全家都方便面。嗯，方便面试？哦，啥？我去，面试啊！哎，你好，哎，刚才我弟弟接的电话，我是面试的，哦，我是面试的。哦，没事了，我们公司不招男的。哎，哎，老板，我这有个小姑娘，她也想面试。嗯，啊，那你把电话给她吧。喂，你好。What？ 哎，这小姑娘声挺甜哈。谢谢老板。说说吧，你有什么缺点？我缺点钱啊，老板。这小姑娘，那你有什么优点啊？优点啊，我爸叫我优着点。对，那你都有什么奖啊？什么奖？啊，我都开任用奖，老板。不是，你在这玩我呢？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。哦。等会儿啊，老板，我这边有个叫王总的玩我呢。嗯。美女，你交际能力强吗？强，我闺蜜就特别多。那可以给我介绍几个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还可以去知音呢。上线就能体验认识女友的主动，还是女友的温柔，还是女友的娇羞，穿越女友的火辣，各类型女友任你挑。可我不会聊天怎么办？这个你放心，知音女生主动，不需要你操心，玩的时候记得小声点，别人发现了省得尴尬。快点左下角试试吧。很好，你被录用了。没有，刚刚我行，你也被录用了。哎，王总，这边录用我了。一个月给你开一万。老板，你看这边开一万了。我开一万五。王总，三万。哎呀，太诱人了。我给你开五万，明天来上班，我看谁还敢干我。成交，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累死姐姐了。小哥哥，上号上号，今天妹妹给你打辅助哟。嗯。喂妈。你干啥呢？我加班呢。我咋听全是键盘声呢？你是不是又跑我网吧去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做文件呢。妈，你什么事啊？这520情人节都过了，你还没对象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妈，这事儿咱不得碰吗？你这老催我也没啥用啊。我不催你，你妈啥时候能抱上大孙子？妈，那什么，其实啊，我有对象了，找着了。嗯，你找着对象了？在哪儿呢？他就在我旁边呢。你妈是那么好骗的吗？骗你干嘛呀？你要相信我呀。不行，我让他接电话呗。嗯。喂，阿姨。哎呀，你就是李晨对象吧？啊，对，我是李晨女朋友。没想到李晨还真找着了。阿姨，你就放心吧，李晨呀对我可好了。对你好就行。妈，你看我都说了吧，我骗你干啥呀？你这小女朋友在哪儿找的呀？啊，我们俩是在暖聊上认识的。就你这么不会聊天，人家怎么相中你的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暖聊上的女生都是经过真人认证的，照片资料真实靠谱，而且上线了一个 AI 红娘功能，只要说出你想做的事儿，就能匹配附近有同样想法的女生，比如一起吃饭看电影，现在点左下角下载就行了。是呀，我们兴趣爱好相同，聊了没几天就一起出来看电影了。那行，你俩好好处吧。那你以后就别总催李晨了呗。嗯，我不是在这呢吗，阿姨？那我还催啥了？声音这么甜的小姑娘，我稀罕还来不及呢。就是啊，妈想早点抱个大孙子。哦，行，妈，我这儿有点事儿，晚上我再跟你研究那个大胖小子的事儿。行，抓点紧啊。哎，好嘞。王管，加点。你咋不让你对象给你加呢？这不没办法吗？小哥哥，上号上号，今天你爱惜，我爱奶妈。嗯。喂吧，儿子干啥呢？那个，
我在家学习呢。嗯、啊，那儿子，你帮爸爸忙，今天他们找我喝酒，爸不想喝，你用你那招装你妈。行，爹，放心吧。好嘞，爱你儿子。喂，老公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饭都做好了。啊，媳妇啊，那啥，今天公司聚餐，晚上喝着酒就不回家吃了啊。喝酒？刘洋，你还敢喝酒？上次喝多在狗窝睡一宿，你忘了吗？啊，媳妇啊，那个好不容易聚一次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你单休，你不知道吗你？哎，这样弟妹，你下周一到周六给我，周日还你行不？想啥没事呢？周一到周六也是我的。嗯，我就想请他吃个饭，别的啥也不干。大可不必，不说了，我手机都坏了，一会儿刘洋还得带我买手机呢。买手机啊？那不用刘洋去，你可以去钻钻呢。我正在用的苹果13就是在钻钻买的，才花了3000，比新机便宜2000多，用起来跟新的一样。而且钻钻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是经过真人检测，特别靠谱。上面的二手平板和电脑也很不错，全都保修1年，强烈推荐买二手，就买官方验过的。哎，媳妇儿，要不我去吧，那多不好啊。你别叫我媳妇儿，你俩结婚得了，挂了。气死老娘了！嗨，儿子，干得漂亮！你大爷真给吓着了。刘洋，你还不回家？真是你呀、啊，媳妇儿。逗你呢，爹。我入戏了。吓我一跳！回去了，你干啥呢？行，爸，你先回去，我打完这把游戏就回去。臭小子，你不告诉你学习呢吗？哦、哎，爸，我错了，喂。这下完了。嗯，分手吧！我走了。回来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哎呀，回来呀！对面都偷家了，赶紧回来。游戏啊！我还以为你说我呢。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。你还玩？哎呀，宝贝排位呢。你说我会游戏，你选哪个？当然选我的小宝贝儿了。讨厌，谁是你小宝贝儿啊？游戏呗。绿头怪，你能不能别放歌了？哎呀，别生气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那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重新。不是，绿头怪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啊，不可能。绝对不可能、What? 上次我听说啊，他通过那个脱单神器暖聊找到了对象。他这么气人，哪有女孩子会喜欢他？哎，上面的小姐姐啊都是奔着认真找对象去的，就是喜欢那些踏实稳重有趣的男生，而且小姐姐一个比一个热情，而且很会主动聊天，一上线就主动和你聊天，一对一语音视频。我哥们前两天呢、啊、就通过这个暖聊认识了一个女孩，今天已经一起看电影去了。哎，你表哥不也单身吗？让他去试试。你还有空管我表哥、哦、说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错了是吧？哎，真不是。哎呀，我马上打完了，你再等我一会儿。那还得等你多长时间呀、啊？哎呀，你再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你自己在这玩吧。哎，不是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走吧。哎，别哎，打团啊！哎，你谁呀、啊？瑶瑶呢？你等着我啊，我给你叫他啊。喂，你干嘛又给我打电话呀？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那天我在公园看见那个男人在亲嘴。不好意思啊。不用道歉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以后还让我送早餐吗？以前都是你给我送早餐的，挺不好意思的呢。以后我有男朋友了，所以我知道了，以后买2份，对不对？哥哥你真好。他有什么忌口吗？他不吃辣啊，香的可以多放点的。好的。所以以后不会回你的消息了。一句都不会了吗？是的呀。这么有个性，我更喜欢你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，不说了，挂了。喂，兄弟，刚才我看见一个男的发女生，给我恶心完了。你呀、啊，还是去火山聊暖聊上找个女朋友吧。暖聊新上线的精准筛选女友功能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精准筛选出性感御姐、邻家妹妹等你喜欢的女生类型。女生资料照片随便看，不用加好友就开聊。行了，赶紧去吧，我打游戏。喂，你又怎么了？下次你和你男朋友亲嘴的时候，能涂一点我送的口红吗？为什么呀？至少能让我有点参与感啊。你有病吧，你个臭变态！
今天要带人家打排位哟。嗯。喂，你好，我是王婶儿，介绍来相亲的。啊，你要是不说，听你这声，我以为你是王婶儿呢。What？ 啊，你真幽默。那小哥哥，你属什么呀？我属狗的。你不是说应该属于我的吗？你是狗啊你？嗯。你有病吧你？不是，喂，喂，喂。我们好不容易给你介绍个对象，你就这么给我撂炮了？李哥，这真不赖我。他说他是狗。哎，这么的。我王叔女儿也单身呢，之后你给我好好聊啊。你放心吧，放心吧。你好，你就是我朋友说的那个老王吧？老王吧是我爸，我是小王吧。你可真幽默。那小哥哥是什么学历啊？啊，我当年差点研究生，后来出了点意外。研究生呀？出了什么意外啊？初中没毕业。嗯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喂。喂，你小子又给我聊跑了是不是啊？我看你小子就应该活该单身的。你还是在左下角暖聊找个女朋友啊。暖聊新上线的精准筛选女友功能，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精准筛选出性感御姐、邻家妹妹等你喜欢的女生类型，而且女生资料照片随便看，不用加号就开聊。我妈现在还在家生气呢。哦，李哥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妈电话来了，你接。喂，阿姨，您消消气，其实我有女朋友了。嗯，我刚跟她逛街去的。What？ 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你可别骗我，刚才你还单身呢。喂，阿姨，我就是刘洋女朋友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这小声真甜。刘洋这小子这么大事都不告诉我。阿姨，您就别怪刘洋了，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您就别生他气了，到时候我让他请你吃饭。好，阿姨，我们这儿还有点事儿啊，先挂了。嗯，拜拜。哇，真是天天的。